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烟墩路和那个色孤院路这里呢就是庙前直街这个交汇处。今次呢我要拍一拍那个烟墩路和保安前街一带的。前面看到的就是广州市第七中学一间名校，就在这里了。这个位置现在面对的就是烟墩路了。这里有一间培正小学，这里有培正小学了。这里有个西姑院路在这里。啊，是不一样。好，而家我喺烟墩路呢度开始行，喺度培正小学。啊，广州市第七中学在呢度。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喺烟墩路。我而家喺向东嘅方向行。正小学的正门的正小学那里那间红砖的绿瓦的建筑很漂亮，在这里远一点看就看到这里培道纪念堂，培道纪念堂。这里呢这里813的这路车呢就在天河那边开过来，一路去河南那边，就经过东山这里。这里是培正路，培正路，培正路就顾名思义了，培正中学就在这里。我现在右手边这里就是应该就是培正小学。左手边这里就前面那里就是培正中学了，我正门去望一望。好有名的一间中学，小学中学都是超过百年的名校，很多在培正中学读书、小学、中学读过书的大人士呢，很多遍布全球，很多之前都听到很多有些朋友又很怀念培正中学、小学。这里就培正中学的正门，
又是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很多很多人过来打卡。好靚啊！後面入邊啲後室啊，嗰啲紅磚木下嗰啲，都係以前啲舊嘅嗰啲啊啲建築嚟。以前同學會，我喺嗰邊。咩校舍？而家培正路，行翻去烟墩路嗰度。烟墩路继续向西向东的方向行，一路行过去就是保安前街。一个观众朋友呢就都提醒我，白区荣呢之前我拍过呢，在大同路那里就有一间旧居，大同路好像是120号。后来他提醒我呢，就在白區榮咧，就喺50年代嘅時候咧，就喺保安前街呢度咧，就粵劇團嘅大院度住過嘅。咁我查嗰下咧，就查唔到有嗰個地址，咁所以我過嚟睇下先，睇下點樣可以睇到。嗱，呢度都煙墩路2號，咁呢度咧已經起曬啲。應該是80、90年代起的啲住宅樓啦，都係啲8、9層嘅。依入邊咧應該就係培正中學嘅啲校舍嚟嘅，好新淨，可能好多都係後期，因為維修過啊，或者係重新起過，但係都古色古香咁咯。敦路18號，哦，呢度一间幼稚园嚟嘅，呢度一间幼稚园。喺啲街度咧行咧，因為好舒服。呢度應該都仲係培正中學嘅嗰、那個嗰啲，睇落係應該係嗰啲校舍嚟嘅。呢度一個一條街係煙墩新街，煙墩新街名望，
一路有好多新嘅建築，但係都有啲舊嘅喺度。煙燈新家，有啲舊，見到啲舊嘅紅磚。呢棟新街二號、四號，呢度係舊建築嚟嘅，好靚嘅呢棟紅磚樓，好靚。有間咖啡廳，十號咖啡廳，十號咖啡廳，煙墩路十號呢度，十號，呢棟建築應該係修葺過，係應該係舊嘢，舊樓嚟嘅，有啲。估計又係啲名人居舊居啊，呢度好多呢一帶咧，好多特別係保安前街呢度啊，保安南街呢附近啊，好多啲文化名人啊咁喺度。在这里住过讲的特别是中山大学以前民国时期啊还有五十年代初啊那都是很多文化名人在这里住过的这里烟墩路三号庆园这里买个旧楼来好靓庆园庆元，好靓间屋。一间细嘅 store 喺入边。前面就是保安前街了，在这里开始保安前街二号，二号这间是二号，重新翻修过，重新翻修过，应该都是啲名人旧居嚟嗰啲。嗱，呢度保安前街，呢度六号保安前街六号，呢间几多号啊？一间店铺，好似啲美容。美容店咁，嗱，嗰度保安前街三至五号，呢度三至五号，嗱，呢栋咧应该又系嗰啲名人旧居嚟嘅，三至五号，好靓啊！嗱，两栋楼，嗱，三层呢栋。三十个保安前街，好靓度，咖啡厅啊，
好靓。对面嘅保安前街八号，好靓。好多而家咧就啲冇文化查咧，嗰啲资料喺网上冇办法查到，可能你只能够去啲图书馆，翻查翻啲档案啊，啲旧资料可能先查到。保安前街二号啊。个门面系整过，咁样整过咧就就翻条街咁样。保安前街13号咧，查过下资料咧就系冼石雄嘅旧居嚟嘅，佢記載咧就冼石雄咧就1928年咧喺度起嘅，佢可以起第一間嘅，係13號，我睇睇先喺邊度。嗱嗰邊咧就係、保安南街好似應該係啦，保安南街嗰度，睇睇先，嗰度保安南街。保安南街，保安前街住宅楼10号住宅楼，保安南街3号咧，又系名人嘅旧居嚟嘅，依间4号，依间4号，3号喺边度？呢度6号啦，已经。咁就6号，咁啊4号嗰度，咁应该就第一间。哦，嗰度1号，保安南街1号，嗱1号咧其实就系啲新嘅住宅楼嚟啦。呢度8号，8号。呢度我舊建築物14號，我跟係14號，呢度係10號啦已經。我嗱呢幾間舊嘅，呢幾間一定係啲名人舊居嚟啲，好多都冇辦法查到。嗱呢個12號。好靚啲，民國時期嗰啲洋樓。依間又係，依間應該係收維修過。保安南街，嗱嗰度有一間。有間好靚嘅樓，我有位置，不用排隊。啊，16號，3號呢度，係啦，呢間就係好有名嘅一個，好似係語言學家王力嘅舊居嚟，就呢間。有个历史建筑的牌啊，保安南街3号民居。呢度做咗咖啡厅嘅，可能上下都是咖啡厅。好靓啊！
应该就是在王力的旧居来的。这个没有，这间可以查到。这间五号。这间五号。这间又是很漂亮的，柱子那些现在是不会这样起的，很漂亮。18号这间一定都是民居，那些名人的民居，那些旧居。这间又是7号，这里20号，这些是新起的，这些890年代起的，这些那里有9号了，9号。很高好漂亮啊，那些罗马之柱啊，罗马柱。那这个保安南街11号，这间又是应该是这些名人的旧居来的，好靓啊！呢个讲咧就保安前街隐藏咗一个宝藏喺度，就系指啲呢啲好靓嘅洋楼啊！你睇下佢好靓。真係保存喺度，呢度保安南街11號。嗱，前邊咧就起咗啲新嘅嗰啲八層土嘅嗰啲樓，咁啊遮住咗啊。咁啊，啲舊嘅洋樓咧又被包圍咗喺入邊，所以就話一直都有講啊，保安前街嘅。隱藏咗好多寶藏喺度。對面21號，好短嘅啫，保安前街。呢度23號，圍住咗。呢度24號，呢度又係，呢度依間係呢度連續幾棟，呢度連續幾棟好靚啊！啲陽台。仲有人住啊！啲住咧，可能都系出租咗俾人嘅，仲可能。仲有24号，做咗中医诊所，做咗中医诊所。前面咧就系达道路啦，前面就系达道路。嗱，呢度28号，珠宝制作，手工制作，
走到。前面就是自由新马路，直去那边向东，打横呢就是达道路，打横就是达道路。这个保安前街32号最边间，对面就呢一大厦就达道路11号。次烟墩路同保安前街的街景拍摄就到呢度，多谢观看同支持，多谢。